我们来看一下底侧的安装状况。控制盒在这个位置，好，它连接的有荧幕以及油门的线组，包含 OBD2 的永久电源。再来看到油门踏板，在这个位置它是防呆的专用对插线组，这样就已经安装完毕。再来进行基本的电位值设置。GPS 数位系统启动中，请系安全带，祝行车平安。我们将模式调到原厂的位置。好，首要的设定必须在 GPS 已启动 D1 spec 这个图样，就是原厂模式下，长按 set 键。好，现在就是油门没有开启的电压值，点压一下，再来高电压，踩上油门到底，压下。前方雷达雷射长冲，这样就完成基本的设置。模式选择，这个涡轮图样就是动力模式。加减调整分数，总共九段。好，再点压一下 mode， 回到原厂。这个树叶的图示，这就是省油节能。转速同样加减。长按 mode 键。显示现在目前的电瓶电压值。